是要唱什么嘞？皇军。我太久没有练习，我忘记，我有点忘记和弦。好难哦。哎、欸。下一首。哈。不行啊，我不会用这个弹啊！你们都点我不会的，糟糕！啊，唱 Bobby， Bobby 啊，Bobby 我就会了，因为那时候你知道我录那个什么，录那个自拍啊，你们不要看那个好像很轻松的样子，我每一首都录了大概50遍吧，就是每一首都录了2个小时之类的。因为就都会觉得说啊不够好不够好不够好这样，连这种东西都很要求，对啊，然后可是最后班其实好像没什么差，大家都只是觉得很好玩这样，然后还在讨论说什么鼻孔很大，我就是啊怎么样，气死我。真的要唱破皮啊！应该不会弹错吧？是你的白酒甜，味酒甜，是明白今晚做的 Bobby。